历尽劫波，年逾。孙建云自幼随父习武，耳濡目染，渐渐领悟拳里的真谛，暗熟了武技的真功。孙禄堂先生毕生研习形意、八卦、太极等拳术，又集三家拳术精要融会贯通，创立了国步开合太极拳，就是孙氏太极拳。孙建云从父所学之形意、八卦、太极三趟拳和三趟剑，是孙禄堂老先生晚年习练之法。其形意拳拳风古朴，势正功纯，力发于种，力沉而尽整。